朋友开的，朋友家开的，自开的。哦，没事。一分廿六個percent，跟住話差緊，跟住話咪差緊。哦，我都冇差。出錢。好，快點快點，走，帶你們去吃。谁帮我拿来？你自己再买一包哈。啊，你待会
先自己住好不好？先走啦。A few minutes later. 直接上。你要去后面化个妆再出来吗？我要不要戴个假发？哦，我那个帮你拔，我拔下来给你。真的吗？我还蛮需要直发，可以借我一点吗？好，我们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老板。好，你好。我想问老板几个问题，机智问答。是。请问你遇过最白目的客人是谁？没有啦。啊，我觉得难怪老板竟然这样子。白目的客人不会啦，没有白目的客人，这世界上没有白目，就只有不了解的客人。让他了解，他就不会白目。让他了解，就不会白目。你都怎么让他了解？是用剪刀石头布呢，还是？你今天会有什么质疑？才会变成白目啊！你今天有质疑就解释掉啊，解释就不会白目了。你遇过最难的问题是什么？最难的问题哦。没用，目前还没有解不出来的。对啊，那能问什么？今天问什么看？请问老板今年贵庚？今年贵庚了，这真的蛮难的嘞。哎呀，你看我考不到老板了。这跟排骨没有关系。哦，这个排骨没有关系。好，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一方面？因为就对做吃的有兴趣。所以老板平常自己在家里会下厨吗？我可能走过去，临时会啊。老板有老婆了吗？当然是没有，等你。等我，可能再等个十年左右吧。还没八岁是不是？现在八岁是不是？好好好。现在要找到会煮饭的男人不多了，好不好？有缺男朋友的自己来找老板。缺男朋友，好好好，对，先从男朋友开始嘛，这么急干什么？哎，这讲起来有点奇怪哦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哦。老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前面的观众朋友说的？虽然都是我的技，但是呢，我们师傅不一样，炸出来就是不一样，一定好吃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在最后这一刻呢，我们就给无忌排骨酥按。